这个，那我不是好的飞行。确实好 A 得到人哦。哇，老子跑得好快，各位。哎，有一说一，跑得确实有点快。哥们跑得好快，不会出现炸到人了 ，A 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看一下我这边的移数，我以为炸到他追他的时候，兄弟们帮我看一下我多少移数，跑得好像有点快呀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烧吧！我操，460了！然后看了一下，我追他的时候我460移速，没鞋子的情况下。464，起子弹，我不能再吃了，别一会我咋先链子给老子拽回去了就尴尬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，我这血量要不回家吧。我这血量回家比较好一点。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10秒，1000码，1000码人在这里，那差不多到这里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好像还要再远一点点。又一个，转身。炸了他一下还出暴击，我看这大招好像感觉不用给了，没机会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烧吧。
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没有机会啊。干嘛？我要他妈怎么还上电了？能？要越就等他先手吧，要不这千珏很肥呀。干零了，爽到极点。我追着打又没什么用，那杀不死。我操！我朝向他，我直接500点移速。这个确实好啊，跑得很快。你们就能安逸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死亡的潮汐，啥时候是我的归来？那是不是要我自己去开？好。我不知道螳螂来了，不然我就放弃挣扎了，各位。这波不如放弃挣扎，说实话，真不如等死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又哥巴来了，怎么这么贱呀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高低都跟那 Q 一样。更多火药。
中单不见了，他们统统烧成渣。主要是我想吃毒屎。又一个，他，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烧吧！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刚好来得及，搞两个助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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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更多火药。哇！喵的，哥们跑这里来送死了。不过我这不是故意死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要给兄弟们打个反向舞而已。他那伤害肯定高啊，孤立的伤害还不高，那这个英雄还有必要玩吗？背叛，撒盐一样刺人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当心炸药！还是能秒我。You have been slain。巨子加两把长剑把我给秒了。唉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好像没看到。当心炸药虫。他为什么会？他为什么不往他们家跑呢？他为什么要往我们家跑呢？更多火药！
我抢什么红？那你报警嘛！操！赶紧把老子抓起来！击毙我！这个红人品不行，他妈！哎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我要是吃了那一位的红，你恐怕不得把我祖坟给我刨的。当心炸药桶！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还是不敌的，我靠，这也扣80多，40多就算厉害嘛，不会留大招 K 头，有机会直接开崩的很。我敢稍微。走呗，不要以为我爱你们就能安逸。卧龙凤雏你好久就用，不知道怎么活起来的。西红柿首富呀，养起来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
哈哈哈哈，这句话总是给我整笑了。